全民抗疫义不容辞，李居明谈最新疫情。好，各位网友，咁咧就多谢大家过去呢段时间里边咧系疯狂地上传下传我呢一套嘅特别为大家拍摄嘅呢一套嘅视频啊。咁啊，今日咧就讲到咧就系大家最有兴趣而系最易嘅就系面相啊。咁喺面相上面嚟讲咧，就系由于呢个肺炎咧系关系到我哋嗰个嘅金啊。即係我哋個肺係講金，今年點解會有肺炎呢？就因為代表金嗰個字咧，就係七尺，七尺星，七尺星咧就鎖咗喺個中宮度。咁咧七尺鼻喉咧，所以造成咗咧所有嘅肺功能咧就係擺咗喺中間。咁固然有病符就火嚟燒金啦，但係個金本身嚟講咧，都係喺咗嗰個中宮裏邊鎖住咗。鎖住咗嘅説話咧，就真係被囚啦！被囚嘅説話啦，發揮唔到嘅功能咧，去救嗰個金，所以造成咗咧，就係我哋嘅肺功能有問題，亦係肺咧，一有事咧，大家要留意，好快就腸有事，因為肺同腸係雙表裏嘅，冇錯。咁所以點解喺呢個肺炎嘅期間咧，係同時個糞便會流傳咧？個理由就因為個大腸嘅問題，咁所以。嗰個嘅腸同埋呢一個嘅呢個肺咧，都係代表庚金。庚金係代表你有咩火有咩毒嚟燒佢都冇事，但係佢今年由於係鎖咗個中宮，咁變咗佢出唔到嚟咧，佢就救唔到嗰個酉金，發揮唔到佢功能。因為個酉金咧，同埋佢拍住拖咧，個金就好強盛。咁呢個酉金就係代表嗰個醫療。嗰、那個醫生嘅醫字，又係代表新金咧，又係代表矜貴嘅金。矜貴金咧就唔受得瘟疫嘅，咁所以唔受得火嘅，所以造成咗咧係要靠嗰個庚金嚟救。但係庚金係鎖住咗，咁即係話造成咗嗰個辛酉之金咧係救唔到。咁所以呢個原因係使到呢一個瘟疫咧係好麻煩，同埋係延長好多時間之外咧，係使到全球都似嘅真正原因。其實仲有一個原因咧，係講出嚟咧，大家會震驚嘅。係咩原因啊？就係因為喺我哋術家認為咧，金咧係由呢一個嘅酉、申同埋呢一個戌所組成，叫三昧金局，亦即係雞、猴同埋烏烏狗組成。呢個三昧金局咧係代表地球嘅西邊嘅國家，所以歐盟當年咧。係呢一個嘅組織嚟，但係歐盟自從係破滅呢一個理想，各與各之間開始離開所謂脱歐之後咧，英國一脱歐咧，就即係話嗰個辛酉之金咧，唔要更新呢一個金嚟幫手，咁要獨立自己走出嚟。你獨立自己走出嚟，如果你風平浪靜就冇問題。而家既然係火毒攻心嘅時候，你呢個咁矜貴嘅辛酉之金走出嚟。咁咪俾個火嚟燒咯，咁而你想嗌嗰個辛酉之金同埋嗰個三昧金局嚟去救你，係冇得救。所以呢一個英國脫歐咧，佢喺經濟嘅立場或者喺其他嘅政治立場去分析要脫與唔脫咧，喺術家嚟講係唔中意英國脫歐嘅，係覺得脫歐係一件非常危險嘅行為，係令到我哋嗰個辛酉之金咧係孤軍作戰面對火毒。所以在這個情況之下，英國的王子都放棄了他的權位，是離開的意思，水都走了，子就是水，王子就是子，所以在世界這個西方的地方裡面的英國是千祈英女王不要出事，英女王一出事呢就很大件事，因為那個是代表整個辛酉之金，酉字是代表整個醫療制度，酉是代表雞，雞咧係愛嚟防毒嘅，所以雞有十德，雞係看住曬嗰啲五毒，唔好俾佢過分。但係火太多嘅時候，連只雞都病咗，雞都死埋，咁你醫生都死埋，咁你點去救咧？所以英國脱歐喺術家嘅立場嚟講係不祥之兆嚟嘅。咁所以換句説話來說咧，大家今年點解要多啲金咧？助翻旺個金咧，係助翻旺個金個勢。咁所以其實。呢、这、一個嘅馬騮咧，係只要佢能夠出山救一救嗰個新金咧，係、有功能。所以喺電台裏面講咗啦，馬騮就係代表孫悟空，所以龍珠咧就
就係有龍嘅密碼，亦係有呢個龍珠個名字就叫悟空，就係孫悟空嘅現代版嚟嘅。咁所以電視台播翻龍珠啦，或者攞翻周星馳嗰啲《西遊記》，或者《西遊記》出嚟播咧，其實都係有幫助嘅。咁喺今年咧，呢一個嘅黃大仙咧，求之卦叫五元出關。五元出關咧就指五子衰出關。所以佢個子衰係咪代表子年係衰弱咧？呢個係第一個點。第二五元出關咧係要一夜白頭，即係一夜白頭俾人追殺。去到個江邊嗰度坐到只船先過到關。過到關之後，佢以劍相贈俾個船夫。個船夫話唔使啦，你唔使俾把劍我啦。你走啦，咁走咗之後就成為一代名將，所以代表冇事。但係整個過程裏面，五元出關呢、這個五元係代表五王出關，即係五王殺出關。亦五元可以係代表呢個瘟疫大概有五個月就會開始冇事。咁如果由舊年嘅十一月、十二月開始咧，五個月大概係到四月八號係第一個時間係開始。應該是有些和緩的，但是去到五月份的時候呢就是蛇月，但是今次這個瘟疫由於是蛇吃了蝙蝠而中毒的呢，那就是說蛇也有事呢，那我們就擔心五月會有回馬槍，回馬槍的意思就是會有翻發的跡象。好了，到這個六月份的時候，六月六號，六月六就是一個幸運的號碼，但是六月六呢亦是開始走那個五火的時候，這個五火就是一隻馬，子午相沖，今年咧老鼠年咧個子咧先同嗰個兔月咧就係相刑，跟住咧子午又再相沖，子未都相害，所以去到呢一個七月到八月咧都仲係相害。成個上半年都好多天。到八月咧先至行個馬騮嚟，九月先行個雞，所以術家認為應該係到西歷八月八號之後咧應該係全面冇事，但係又會唔會除咗瘟疫之外？仲會有其他嘅政治上嘅鬥爭，國與國之間嘅鬥爭，甚至係天災咧，呢樣嘢大家都要提高警覺嚟到係注意啦。喺面相上，大家記住，鼻哥上面有墨嘅人係增加佢哋嘅留意，因為鼻哥代表肺，鼻哥只要上面有粒墨，都係代表你個肺功能係特別差嘅。咁所以大家小心，就係你個鼻哥上面有墨嘅人係高危人士。亦即係話，如果你個八字裏邊咧係有呢一個戌土或者有五火咧，都係比較蝕底啲。五火就係生於六月六到七月六號，或者係呢一個十月八到十一月七號，呢兩框嘅人咧都係目前呢一個瘟疫咧嘅最危險嘅密碼嚟㗎。咁所以咧，我亦係將今次發生瘟疫嘅人咧，佢哋嘅八字咧係攞咗多個啊喺個手裏邊研究咧，都係。做了一個測試出嚟，亦即係話頭先我哋所講嗰兩個月出世嘅人咧，佢哋嘅身體健康咧係比較要留意啲啦。咁下一集咧，我將會破例咧係傳俾大家一個非常之珍貴嘅真言。這個真言係俾大家喺呢段時間屋企裏邊持重，係可以防疫之外咧，亦可以增加大家嘅智慧。咁啊嚟緊呢幾集咧，我亦會公開話俾大家聽喺天部嘅神。到底有哪些菩薩是會下來是可以救到這個的病疫，那是在玄學和宗教的角度為大家提供一些你不知道的資訊。